生活早已是世界知名的，除了能够促进旅游事业之外，还可以同市民提供一些娱乐，让他们可以调剂一下紧张和繁忙的身心。香港的夜生活不单止是可以刺激到旅客和市民的消费，还可以和政府带来一笔相当可观的税收。我们除了跟大家去看看周围的夜生活之外，还会跟大家讨论一下有关晚上的问题。香港每年消费总额估计达50亿，由此可见市民消费力之强。不过在经济不景的时候，夜市也跟着低落。治安对夜市都很有影响的，记得在酷颈党最猖獗的时候，夜晚真的少人出街的。你知不知道统计数字指出，在下午4点至12点这段时间是最多打劫发生的。不过自从经济复苏和治安转好了之后，夜市也继续蓬勃翻。不如你和我们一起去看看香港多姿多彩的夜生活。香港的夜市有人说不外都是声色犬马，好像这些有陪酒女郎的酒吧，500元就可以拿到个酒牌，生意还相当不错的。来的都是些独身汉，而且很多都是游客。其实酒吧业在60年代越战的时代开始兴盛的了。那时湾仔和尖沙咀区酒吧开到通街都是，有人说有些番薯女都走了去做吧女。而事实上酒吧用拆账方式利用他们找了不少生意。越战结束之后，做酒吧行业的就出了很多新噱头了。有些酒吧用无上装侍应做他们的新招牌，引起了很多卫道之士的抨击。根据目前的法例，任何人在公共场所作色情暴露或者淫荡和猥亵的行为是违法的。但是至于怎样才能称得作为淫亵的行为呢，那就要等待法庭裁判了。酒吧还有很多种的，好像多数由酒店经营的 disco 就是比较适合年轻人的了。你知不知道开第一间的士够格酒吧的人也都是无上装酒吧的始祖呢？不过他们的对象当然就是不同了。近年来开得最多的就是日式夜总会了，即是所谓俱乐部，不过同一般的 disco 就有些不同了。那有什么不同啊？你上来看看吧。欢迎伟生，桂林的公年夜总会。我介绍你识啊，阿容朱迪小姐，呢位方先生，系，又经过你边。好啊。啊，呢度都几好生意喎、啊。啊，你哋做本地客生意多啊？系啊，我哋好多本港人嚟呢度嘅，同埋咧，更加咧，我哋还有游客同埋日本客嗰方面嘅多，因为佢哋中意嘅方面咧，我哋嘅表演的节目，同埋另外我哋国际性嘅小姐方面。诶，表演时间到了，不如我哋睇表演啊！好啊。喺呢个地方做红酒铺或者表演嘅咧，虽然咧系颠倒日夜咧过住啲唔正常嘅夜生活，但系佢哋嘅收入咧系相当好嘅。上嚟嘅客人咧，如果要同小姐出街咧，就要使200-300元起码咧，净系陪酒咧，亦都要咧10几元一骨钟。咁会所有陪酒伴舞同舞厅有啲咩唔同啊？舞厅普遍嚟讲咧，都系平一啲啦。而家啲舞厅咧，已经唔系几十年前嗰啲富家子弟先正去噶啦。好多时喺舞厅门口见到2-3元一票，咁咪好平。不过一票跳1-2只舞唔系好耐嘅咋。
香港註冊的舞廳有60多間，估計有成1萬個舞小姐要在這班舞客身上賺錢的。香港人有另外一種比較正常的夜生活，就是食物。這些酒樓夜總會主要是做熟客和旅遊團的生意。我就說花錢上舞場或者俱樂部就不如吃了它了，這些表演都不錯。是啊，不過這些夜總會每人平均最低消費都要30-40元以上。其實一個家庭的任何支出都應該量入為出，娛樂費都是一樣，千祈不要超出預算，尤其是做父母的要教子女怎樣使零用錢。不過這樣，香港的夜總會其實間接地刺激了香港的經濟，因為很多生意上的交易都是在這些地方進行的。由於香港是一個島嶼，夜生活就當然不會少了海上夜總會，你們一起上船來參觀一下。這隻是新的海上夜總會，可以坐400-500人的形式，跟一般酒樓夜總會是差不多，不過遊客就特別多，他的目的就是來聽歌跳舞，很少是來吃東西的，有時連酒水都是他們的旅遊團的負責人帶過來的。張生啊，你哋呢度晚晚都咁多人噶？係啊，經常都係咁多人噶。喺週末晚會嘅時候咧，尤其是本港嘅人咧係特別多啲。喺過去咧都經常滿座嘅。咁收費方面又點咧，張生？收費可以講得唔算貴嘅，係好平噶。咁本地人多唔多？本地人喺週末晚會嘅時候咧，經常都滿座噶。喺外邊嚟嘅遊客咧，可以講得係好多方面嘅。喺澳洲、東南亞、日本、歐洲、美國都有的。咁你點解平時你哋係10:30就收市咧？係咪因為治安問題你哋咁早咧？呢個係經過幾年嚟咧，我哋有部分時間咧係做啲遊客嘅。咁呢個係應呢個旅行社嘅要求嘅。但係週末晚會咧，我哋通常都係收12點嘅，都係滿座嘅。有一個經濟學家說，香港人這麼肯花錢在飲飲食食都是很現象來的，因為不單止說香港人的消費力強，還可以刺激到香港的經濟。如果那些人不花那麼多錢而將錢儲起去，那就更好。有很多經濟學家說，如果那些人賺了錢不花，就變成很多行業的生意減低了，造成一些惡性的循環而引致經濟衰退。咁即係經濟學家都贊成人哋去洗錢喎、咁都唔係冇道理㗎。不過香港人好飲好食嘅歷史咧都好悠久㗎啦。因為香港係一個商埠咧，好多人要應酬啊、交際咁。咁戰前嘅時候，石塘咀區嘅夜生活都好旺㗎。咁點解戰後有咁多人上嗰啲消費場所咧？咁你都知啦，戰後香港附近啲地區啲局勢又咁動盪。咁好多人走咗嚟住啊，又帶嚟好多錢啊嘛。咁又加上咧，近年來啲建築業啊、工業又咁發達，咁啲人揾多咗錢啊，咁自然就多啲錢去使，多啲消費力啦。你講到香港夜市好似淨係飲食世界咁喎。咁又唔係啊！你記得有一次我哋做完節目，我哋去咗好多地方玩啊。香港的交通不到深夜2-3點都不会平静下来的，走夜间的车多数都是靠戏院散场、酒楼散酒席的生意为多，他们可以说是间接受雇于夜生活这个大企业的。
虽然话七点至九点交通系相当繁忙，但系搭车啊，点都比日间上落班时间咧容易啦。九点过后咧，巴士多数会减少班次，不过出夜街嘅人咧都唔使惊冇车搭，因为啊有两条隧道巴咧系走通宵噶。一过咗一点钟，大部分嘅车同埋船都停驶，咁只好靠红牌同埋的士啦。红牌又要讲价还价，的士有时又会开天杀价噶噃。不过如果啲的士唔跟咪标收费咧，系可以去警察度投诉噶。总之系咧，小心驶得慢条船啊！黑同埋偏僻嘅地方咧就唔好去啦。仲有咧，如果唔系必要嘅时候啊，袋就唔好带太多钱啦。咁同时咧，要尽量咧留意啲警察嘅警纲啊，同埋警署啊。咁有可能嘅话咧，就代定呢啲咧系扑灭罪行卡噶。因为咧，如果系真系唔好彩嘅时候咧，就好容易咧就揾得到警察。因为咧，我哋而家17000多个警察咧，都系有现代化嘅通讯嘅设备嘅。咁好容易咧，会你需要嘅时候咧，佢会赶抵现场嘅。受雇喺夜市嘅咧。都未必是好像武小姐那要过住啲唔正常嘅夜生活嘅，好似酒楼茶室嘅从业员咧，估计有10万人咁多噶。打酒楼工有咩好呢？除咗薪金，仲有下难分啊嘛。小食店同埋细嘅菜馆近年开得越嚟越多，咁佢哋究竟做唔做得住噶？因为小食店同埋小型嘅饭店咧，成本比较低啦，所以咧仍然可以赚到钱嘅，消费咧亦可以较平啊。大酒楼又怎做呢？大酒楼就专做酌局和宴会了，年头年尾特别多人摆酒的，现在普普通通一围都要400-500。现在的酒宴还有很多新的菜式的。是啊，这些是他们的新噱头。他们就是来吃几百元一锅的佛跳墙，你看用小金器来吃很够派头的。嗱，仲有啊，呢只龙虾咧系专程由波士顿搭飞机嚟噶噃。香港有好多夜市场咧，都开到好夜噶嘛，好似咧啲酒吧啊、咖啡店咁，佢哋好多时咧都开到咁夜咧，对于嗰啲旅游事业都系好有帮助噶。啊，咁唔單止係做飲食業嘅開通宵喎，好多時裝百貨公司都開到好夜，專做遊客生意嘅。Judy，你吃不吃烟和喝酒的？少少啦，少少地就无所谓，如果不是也挺伤身的，加上睡眠不足，第二天就没精神上班了。总之夜生活主要是调剂一下生活，不是说透支精力的。现在香港的游客是喜欢哪一类的夜生活多一点？就传统的游客夜生活就吃嘢啦，去夜總會啦，跳舞啦，去酒吧飲酒啦，或者上去山頂睇下夜景啦，或者去下香港仔啊嗰啲海鮮房度嗰度夜晚黑就相當靚嘅。就但係近年來咧嚇，就亦都有好多遊客咧，譬如中意去下大笪地啊睇下啦。看看连这里都变成游客区了。讲到消费呢，这种夜生活应该是最大众化的了。是啊，这里叫做平民夜总会嘛。以前平民夜总会呢就是呢些三楼九教的人都有啦，有讲古啦，有卖舞啦，有算命。不过呢现在呢多数呢都是熟食档和卖饰物的了。虽然说几元交易，但你不要看小这些档摊啊，大的熟食档可以做过千的生意的，不怪得那么多人来这里摆档。是啊，不过很多年轻人都是会喜欢吃完饭出来是运动一下嘛。
打得咁好喎、啊。嗯，麻麻地啦。其实咧，夜晚黑咧最受欢迎嘅运动咧，就算系保龄球。普通啊，使20蚊咧就可以玩得晚嘅。仲有啲球场就开咗一两点钟添，咁所以咧，啲青年人咧最欢喜呢种活动。呢啲桌球室咧，有时咧都会有三流九教嘅人上到嚟，而且咧消费都唔平嘅。其实呢啲地方咧，亦唔系好适合咧年青人嚟嘅。不过好多时啊，越夜咧就越多后生仔上嚟玩噶嘛。喂 ，Jason 啊，其实打桌球咧，睇人哋打就好容易，不过自己打起上嚟都几讲技术嘅。咁啊系啊，不过好少女仔上波楼噶喎。系啊，不过我又打。好啊，试下啦。哇，原来呢度都可以玩到成夜晚两点钟噃。咁不过平均咧就系8点钟至到12点钟呢段时候最多人嘅。咁至于消费方面咧，大约就系8个几人钱一个钟到啦。不过越夜越贵噶喎。不过有好多人嘅夜生活咧，就喺张麻雀台啦，所以夜市之中咧，系唔会少咗呢一种娱乐场所啦。虽然话警方啊冚咗大部分嘅赌档，喜欢夜晚出嚟碰下手风嘅咧，都唔愁冇好去处嘅。香港大部分嘅夜生活咧，都系喺室内嘅。如果空氣調節不好，吸埋啲污濁的空氣對身體是沒什麼好處，尤其是是有流行性感冒的時候，更容易被傳染到。講到賭，香港人最瘋狂的就是賭馬。你看看去跑夜馬的人多少，他們好像第二朝不用上班一樣。你知唔知啊？睇夜馬嘅人平均比睇日馬嘅仲多啊！咁香港人除咗捨得食，最捨得係都係賭嘅咯喎。係啊，每次投注額咧有5000万咁多，你話幾多打工仔嗰份人工啊，攞咗嚟鋪草皮啊！除咗介紹過嘅夜生活之外咧，仲有啲地下夜生活嘅噃。如果你想去享受咧，都可能有麻煩都唔定。就算啊係冇麻煩嘅話咧，你個荷包都輕咗啲咧，都係少去為佳嘅。其实年青人在夜晚都有很多其他有益身心的好去处的，好像他们这样参加一下兴趣小组，可以交下朋友，还学到东西。学他们这样参加一下兴趣小组或者是体能训练，既然可以学到东西，也可以交下朋友的。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，原来他们除了玩之外，还可以学一下怎样做咖喱角。哇，见到都口水流。不要那么为食至得的。无论做饮食业、娱乐场所或者商店，夜市都是同他们带来主要的收入。无可否认，夜生活是可以刺激香港经济，反映到香港的繁荣的。